2019首届美丽中国征文比赛即日起开始征稿。比赛希望通过创作让大家更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，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。比赛共分为四组进行，分别为小学组小班、小学组大班、中学组以及公开组。比赛以中国文化和旅游为主题，题目自拟，总奖金高达18200令吉。各组别冠军将获得中国南方航空赞助双人往返广州机票。马上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更多报名详情。截稿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。此次比赛由吉隆坡中国文化中心主办，马来西亚旅游艺术及文化部支持，宣传单位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、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，指定航空中国南方航空。让我们用文字来一场超乎想象的中国旅游与文化盛宴。